因为一年只见面一两次吧，不是这个，因为他说他回到他自己家了，然后他在自己家里面那个沙发是粉红色的，没有任何一个结了婚的居家的会买粉红色沙发摆在家里面的，只有这种女单身才会给家里布置成这样。他说他在家呀，他说这自他自己家。除了女单身会布置成这个买粉红色的东西沙发坐在客厅里面，你说你是结婚有男人的，他买这样的男人也不同意啊，父母也不同意啊，就是这像个啥呀？嗯，他在外面上班也，我不知道，反正粉红色沙发就有点就凭这一点。这可能他这房子没男人，偏巨制，你们觉得有道理没有吗？可以努力努力。再一个，一说电动玩具，他马上，这不是，你同意啊？电动玩具他马上的反应，再加上那粉红色的沙发。这就是一个女单身过的日子啊。快探究，离得不远，我不去。这就是女单身的日子。所以说女的打单身日子也不太好过呀。谁是谁不懂。现在玩具都扔了，那必须的，还要玩具干啥？玩我吧，我好玩，玩具不好玩。我比玩具好玩多了。笑得猥琐，这不是笑得猥琐不猥琐，的确是这么回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反正居家的有男人的沙发不会是粉红色的，你不赖玩，我也会充电。我一杯水放半杯枸杞喝，这他那边泡枸杞啊，能行吗？不知道，应该能行吧。这不一直在充电吗？60多啊，这不一直在充电吗？60多喝的，吃我都扔球了，天天补。天天不是，你天天不是，扔到垃圾桶去了，不要了，不敢吃了。这玩意儿是药三分毒，没事不能瞎吃。要吃的话，还是吃那个陆龟补肾丸吧，陆龟补肾丸好吃一点，我觉得那玩意儿吃起来还是得劲点，吃了真的精力旺盛多了，那个反应很好，睡得香甜，哎，浑身有劲。这个鸡毛一吃，天天做梦，他妈的白天眯一会儿都做梦，搞不定，吃不得，还吃啊？没吃啊？我换了一种，这种吃的人受不了，老做梦，这种估计有兴奋剂，吃了管用就别换，我就是换了一下，过段时间再吃那个，我怀疑里面有兴奋剂。他不是他那个大脑兴奋剂，兴奋的连脑袋不休息那种，他补肾一老一老，他一个屁的老，